不同版本的三叶草都有哪些不同？贝塔版、魔幻版、TVT 版、长城版等诸多版本中，三叶草并没有太大的改动，所以用原版代替。原版三叶草能够吹走浓雾和所有的气球僵尸。九五版三叶草可以吹走所有空中的僵尸，可以吹掉路障帽子，对全体僵尸造成少量伤害，对特定僵尸有减速驱雾时间变长，是不是比原版更厉害呢？冒险时光版三叶草能吹走一切僵尸和雾气，妥妥的大杀器。从一个辅助进阶到核武器，需要阳光450点，买了绝对不亏。活死人版三叶草可以把雾气吹散，并且强制所有僵尸后踢一格。嘿嘿，如果用这个三叶草对付僵尸博士会怎样呢？小花生觉得哪个版本更强呢？